双语教学是新竹科学园区里实验中小学的一大特色。为了安顿驻外人员和海外留学生的子女，实验中学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学制，家长可以依照孩子的需要做选择。双语教学班里的学生大部分将来还要回到侨居地念书，采用美国中学的课本。中文部的学生则比照本地的学制。 将来也要通过联招考试才能进入大学，因为学校标榜启发式教育，再加上大学6到8成，使得这所实验中小学成为新竹地区的明星学校。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，除了保留部分名额给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子女之外，园区外的孩子想要念实验小学、实验国中，全部要以抽签决定。 升高中则一律要通过学校的独立招生考试。我和我爸爸都是在台北一间所谓明星学校。